安排课程，日常的检查教案，日常的教学常规，然后还有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迎国检，都需要我们参与。黄老师任教的小庄小学位于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葛坳乡，是一所坐落在大山里的村小，共有六个年级，173名学生，其中多数都是留守儿童。由于师资相对不足，平日里黄老师除了上课以外，还承担了学校大部分的行政工作。我当老师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了，我前4年是教数学的，去年1年教语文，今年又转过来教数学，本专业也是学的英语。刚从大学毕业，我感到比较惊讶，然后后来一想，到那个学校一看，确实实际情况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既然学校需要，那我就重新开始学起。是，这句话一点错都没有。小庄小学校长葛向阳已经在一线乡村小学工作了15年，在他看来，老师身兼数职的情况在乡村小学里并不罕见。葛校长本人除了平日里的工作外，也同时教了好几门学科。讲述了什么？在我们小学老师现在目前我们这个状况来讲，就是说等于就是一个全科老师，就语文、数学、英语、英体美都得上，没有老师你都得顶上去，要想办法把这些课开足。像这个音乐课、美术课，可能我们上起这些课程的时候不够专业，可能我就会把这些曲子抄在这个黑板上，教会学生唱一唱这些曲，然后再来唱一唱这些词，就是我唱一句啊，全班同学跟着唱，也学生不需要做什么，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做端正，啊跟着唱，形式没有这么多，然后他们的参与度也没这么高。虽然受条件所限，也并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但很多像葛校长、黄老师这样的一线乡村教师，都越来越认识到美育教育的重要性。而江西省教育厅对此也非常重视，并从今年开始实施一项计划，派遣各个高校中的音体美专业学生去农村小学支教。哎，王老师来啦！就是他们来说的条件比较艰苦，一定要给他，因为我们学校条件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办法。他们支教学生到这个最基层的地方来说，为他们以后步入社会，特别是步入这个学校这个教学工作呀，如果都针对基层的话，对他们是一个好处。有好处。我跟他沟通的，我跟我女儿沟通的时候，我说你也很成长，包括到你这一辈子的就是一笔财富，你经历了这些东西。王佳宁和钟杰瑜是赣南师范大学的学生，相比起在学校的日子，这是个远离喧嚣的环境。村子里的一切显得淳朴又陌生。我是九江的，生活方面还是有一点不喜欢，住在这里啊，然后可能洗澡的时候不太方便，都挺好。之前我们去南昌培训了6天，一个星期。我觉得我们班的学生还挺好的，上课他们也很积极。就基本上是不会在我课上吵的，就是我还挺凶的那种，不像他啊，他是比较温柔的。然后几年级要学会什么，就是简谱啊、节奏啊这样的要求都有这个要求。然后他们美术也有，我之前画过一个，就是画了一个校园，一个小孩子，他只画了一个人，没有画小伙伴，我就觉得他挺孤单的。平常的话，只要他们在这里，我们就拉他们来陪着他们就好了。他们要的不是很多。学生们真的很可爱，真的，觉得很有成就感。老师，您给我们上的音乐课我很喜欢，谢谢。祝老师走上发财路，但不要太平时老了。
孩子们的天真让两个略显稚嫩的姑娘很快融入了这里的生活，而他们的到来也让小庄小学第一次有了专业的音乐美术教育。我觉得选择的话就选择简单一点的曲子，数鸭子。我觉得小星星比我音乐性。小星星也可以，小星星会唱吗？我先唱一遍，然后，但是先要设计出一个节奏啊。你给我们唱一下，编打唱一下就行，我们就能区分，大概区分出来。好，先是第一种。节奏是比较密集的，后面是比较松散的。它是前面松散，后面比较密集的。校长来教你吧。1、2、3、4、5、6。错了，我多拍了一下。对，来。装沙和装米。就跟那个，你可以以多少或者只装米，用多的米的声音肯定跟少的米的不一样，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试一下，等一下。为了第二天的示范课，王佳宁给每个人都分配了任务，用现有的条件创造不同的效果。1、3，1、3。这个就敲的更好。钟杰瑜和黄老师学得很快。而另一边的葛校长更像是个学生，一板一眼努力跟上大家的节奏，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我们以前支教老师没有来的话，怎么说呢，可能我们的这个方法也太过有的一些古板，没有这个变通，没有像这些年轻人一样能够想尽办法利用各种各样的一个形式把这个学生的这个气氛把它给带起来。我觉得可能这方面我们也是有原因的。黄主任还有钟老师协助我们一起上，好不好？好，预备，开始。哆
子代表摇一下，然后拍手代表往旁边侧下，全部都有来一遍啊，三二一起。上了这堂音乐课，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原来音乐课可以这么上，这种方式比较新颖，这种方法对于我这样没有任何音乐教育背景的人来说，比较简单，比较容易上手，也比较符合在基层教学开展这样的音乐课。以前我们没有这个专业老师之前，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些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接受能力。既然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些孩子就已经接受了音乐方面的这个知识和技能了，可能就应该要让我们现有的这些老师啊呀，能够有机会到专业的地方去接受这种专业的知识，然后回来把我们的这个学校的一个音体美的这种教学彻底把它给带起来，上起来，抓起来。我们说音乐它是术科，它在技术上呢很难在短期形成，但是理念上呢可以更新。对于我们江西现在这种现状来讲，我更主张坚持常态的教学。我们希望学生接受的教育是全面的，我也认为每一个学生他有享受音乐教育的权利。一堂别开生面的音乐课给了孩子们特殊的体验，也带给了老师们很多启发。来，让我闭上眼睛，然后我们手上就变之前。王佳宁和钟杰宇也许会对以后的道路有了新的规划，对葛校长来说，或许对学校的发展有了新的想法。孩子，我们女儿实实在在的。黄老师又回到了他的教室，这节是本专业的英语课，就像他教给孩子们的一样。也许梦想并不遥远，也许就紧挨在他们身边。